哎，这个天遭不住啊，来一口，明天的哦。你那么了，贴保温杯啊？我的线就贴完了。哎，你们多多晒呀、啊！上午你们就多多晒。这个天气遭不住哦，11:30下班了。这里一个路边快餐，看看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个菜。加西瓜15个菜。江南的回锅肉，哦，那是分蒸肉哈。嗯。你的番茄是炒的吧？凉拌的哈。是甜的是吧？对。洋葱的哦，这个是烧了。那啥子？哦，醪糟冰水。来碗米饭。米饭好香哦。老板，那是是免费的吧？免费的。啊。12块钱哈，还免费送一瓶水。大家好，那边来吃快餐喽，工地外面路边快餐哈，12块钱。老板还有西瓜，还送一瓶水。大家看看今天的菜安不安逸？面一坨坨，还有凉面、炸鱼，总共也好15个菜。先来个面一坨坨。冰西瓜，大家看老板的凉面安不安逸啊？老板说的番茄买成15块钱斤，那凉拌就多好切的，西瓜好大一块呀，别玩安逸哦。今早来。开头那混外墙就是抹灰，最后那边呢来贴线条贴保温板，看你们煮油漆的吧，它吹起来了。煮外墙就是晒人哈，杨军上午在那外墙上面晒着了，顶起太阳晒。来碗醪糟水，冰水哦。老板还可以啊，像我们每天在工地上，中午下班来，他那边有凉水，有西瓜那些，专门为我们做活路的人解渴那些哈。这边那个工地哈结束了，那边那个我们在那边那个工地上做哈，都是收尾的活路了，还有就是。住外墙的啊，还有内墙抹灰的哈，没几个人了。你看一下吧。那么他那头也充电了。啊，一套啊。打个招呼吧，大家走切换了。你切得了吧？切了，切了。啊，好。那边切换的人并不是好多哈，都是在工地上做活路的人。你像其他外面呐、啊，来跑车呀、啊、做生意的人都没得人这边来哈。不像昨天我在那个店里面哈。那个店里面就切换的人很多，还有跑快递的，还有做生意的。烧上而已。再来点稀饭、凉面，可以。12块钱，好吧，吃了4个碗了，确实巴适哈。过来了，老哥。哦，听到的哈。切包哦，老哥，慢慢切，切个西瓜吧。那个西瓜熟了。多甜的。拿一块大的。老哥，切块西瓜哈。好、oh。
现在没心子痛哦。好甜哦。对，你中午不休息还得还有事干哦。休息一下吧，跳完没有？还没有啊。哎，中午困一哈，下午才有力气干活哈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这里哈，再见，拜拜。